现实中曾经有因为在公园尿尿竟然被打巴掌的经验吗？你觉得你问这种问题是不是羞耻？你的逻辑在哪里？现实中第一步，现实中不能在公园尿；第二，就算现实中在公园尿尿，你也不会只被打巴掌，你会先被打个半死，然后你会去开庭，开庭之后你就会去台北监理所，不监理所，台北地检所。这么严重？这是妨碍风化吗？不是，这个是怎么说自己妨碍风化？美化环境吗？施肥。刚还好吗？还好，没有了。我觉得可以尽量有那个感觉。那真的做真打的那个，怕就真的只是因为打的时候你也会红，但还 OK 了。小女生，我喜欢被小女生打，喜欢就是真实的心情。你刚刚拍什么戏？怎么面有难色？发生什么事？就是骑车这样子超，超有小朋友冲过去，就是感觉真的好差。所以你刚刚是骑机车撞？对啊，撞狗。对，没就是也没有撞，就是要救，剧情上是救他，可是变成我就要。就是直直的把他冲过去，然后我觉得他，你要不就很单纯嘛，很小小的，然后在那边，然后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然后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环境就有点混乱，具体拍摄的时候，而且很吵，声音很大，加上那车比较小，机车又，可以想象他们经历这种准备的话，那机车是一定加倍声音，然后朝他这样冲过去，然后还有。然后刚刚看我眼神，我就觉得不忍心，有点慌痛，然后他就是想要求助于你吗？求助他爸爸、爸妈妈、老师他们，就是就是他想要走，因为我很容易想象啊，因为如果是一个小朋友的话，在那样状况下，你很怕，然后想要离开，然后我是就要一直被放在马路中。我们就差距不要哭。那刚刚你是还有拍摔自摔的戏？这自摔相对来说就很简单了。会很痛吗？不会，那个跟、這個、常常摔。不是也不是，那个跟这个比起来，真的是我真的觉得那个真的是压力很大，很痛。而且那一颗我骑过去，因为以为他是正面看。嗯。哦，他的眼神，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。